住喺咩地方咧，住耐咗都會慢慢會有啲中意咁樣。思憶話滿問號。我有少少驚，驚廿二年前嘅事情重新發生。但我有少少開心，佢係應該要發生。如果佢唔發生係唔合理的，就算唔係我哋有生之年，但我哋其他嘅人係可以生活得好一啲。初初喺度瞓咧，我俾鬼責咁樣，即係好似好唔慣咁樣啦。咁但係住慣咗。就開始完全沒有覺得恐怖，即如果牛頭蓋恐怖我都是其中恐怖的一部分，即係好像跟它連成了一線。我懷疑它成座山唔平咗，點解有樓喺度？係啊，冇曬啲嘢啊，完全。呢棟其實是山頭嚟嘅。係啊，好大座山，好多人住㗎。咁點算啊？